哎，Little Chrisan，哦，所以真的是夜莺之星，那没错，对啊。你家附近也可以变成星星吗？那 Hero，啊，Hero 啊，你的脸色不太好哎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、マコ，没这种事了。大丈夫，没事，我们先前进吧。低头，不行了！好啦，莫，你看吧，你刚刚开始就是一直动来动去。ごめん、マコ，这种时候就，気にしないで，别在意啊。反正啊，我已经做你的青梅竹马，做了这么久。找找看有没有可以让 Hero 休息的地方吧。看完了，我看主角一定是什么，一定得病的那一种。救护士，茶水室，这洗手间，哦，那是洗手间啊。在这边休息不错啊，有水又有镜子啊。如果肚子不舒服，还可以直接去拉两泡，挺好。所以茶水室应该也不错，休息。洗衣机、餐具跟调味料，该不会是男主角被不要这样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玩的游戏是要爱的奇迹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，我还在游戏中间，你们就跟我说，你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我们要打从心底相信奇迹才有奇迹，好吗？不要一开场就把人家男主角直接把喊死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人家情何以堪呐、啊？有床，就让 Hero 躺这里吧。Hero，心都受打呢。啊，平常都是吃喝个药，再喝个水。有金鱼，再怎么说也不能用这个吧？有一个水桶，不过这个也不能用吧？药品，这里有没有什么呢？啊，有了！啊，这个是平常 Hero 喝的药。哎呀，居然在这种地方有呢！啊，看完了，我觉得你们讲的超有可能的。最好是随便一个地方的医护室就有他平常喝的药。完了，我觉得飞鱼讲的好像真蛮有可能的，得到的药。完了，最好是药那么好找到，Hero 的常备药为什么会在这边架子上？亚贝，亚贝，这边是上锁的资料夹。我去弄点水给他吧，把它装点水。哎，怎么不能装水？靠，烂游戏。买个餐具吧。这里就可以，这可以烧水了。马桶的水是很干净的，好不好？马桶的水一直都是在流，很干净的。啊，好，煮好了啊，煮好白开水了，就给他。噔噔噔噔噔，告诉你们，你们没日没事看新闻都跟你们说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平常那个钱的脏度是马桶上面细菌的2000倍？马桶的水是很干净的，给他吃药喝水吧。医疗，我把药跟那个白开水拿来了。ありがとう、マコ，谢谢你。我没呢，抱歉啊，我让你做太多事了。Hero，你就先喝个药啊，然后休息一下吧。我去前面找找路。わかった、マコ、無茶しちゃダメだよ。啊，マコ，你不要勉强哦。哼哼，我才不要 Hero 来担心我呢。你好好睡觉。
嗯，这样好吧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小安，我才不要吃矿和马桶水，我有什么毛病啊？游戏加撒色库弹奏开秀，开始吧。我不是，你要知道，当人被逼急的，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做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哎 ，Thank you for following。我们去找路吧。哦，又有水可以喝了。哎，这什么？哎，有只鱼，我戳死它，戳死那只鱼，戳死它，戳死它。我不行。左上的，啊，你们有个乞丐人跑来跑去干嘛？我没有明天啊，我都后天才要去啊。安诺，这个电梯可以用吗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现在故障了。是吗？那什么时候可以修好？不对，嘎啥？这个吗？嘛，修理是已经差不多结束了，不过那个电没有接不上，因为啊，电的事情就不是我的技术了。如果能在哪边的书调查的话，就可以修理，也不一定。对了，那个个性很糟的什么波加女，把那本书的钥匙，有那本书的房间的钥匙藏在某个地方了。怎么会？啊，总之小姐啊，你想去的话。啊！你要说服那个女人把钥匙拿回来。啊，对，还要找那本书。一个人。那你说那个个性不好那个女人在哪？哎，在那边的墙壁上挂着啊。啊，在墙壁上挂着。这个吧。哦，有一个浮在水上的女性。这就是那个画，你说谁是不好的女性啊？哇，话说话了，哎，都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空间，你现在在说什么鬼话？话会说话有很奇怪吗？哎，反正一定是那个无能的电器工叫你来，对吧？真气人。所以说，那个房间的钥匙我藏起来了，怎么迷了？活该。我不知道怎么没跳，哎，我已经开了一阵子了吧，个性真糟。哎，那个可是我要去的地方，因为如果电梯不动的话，很麻烦。哎，都是要干呢，怎么办呢？呀，我担心到哪没阿爹爹米纳塞啊？那你有本事就来猜猜我的名字吧，啊，猜对了就给你钥匙。哎，哇，可是个有名画家的作品哦。嗯，对了对了，大概在七分类的房间啊，那边的画集上有，你去找吧。提示是 M 啊，应该是抖 M 吧。这些女人好烦，我要一把把画掐死哦。啊，这里是七吗？这里是六。产业，靠，我要去七，七在哪里啊？这七是隔壁那间吧？啊，这里期待这里啊，蒙娜丽莎的微笑、啊、虽然说来下流，但是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在哪看过的艺术作品。有一枚折纸 Sports 艺术跟运动类 MMM 来找吧，艺术美术相关的雕刻。哇，有肌肉的男人好帅呢！哎，如果 Hero 也能锻炼一下肌肉就好了，他可以不锻炼肌肉，他锻炼激荡的脑力啊！绘画的书有没有 M 的作家的作品呢 ？M 莫内吧，米雷。莫内吧，不是散步的撑伞的女人，那应该不是莫内，那是马内，干也不是，温室，米雷啊，就这个鸡巴女友有了，她名叫，
名字好长，等一下 ，Ophelia， 哦，有有，还好没有很长，是作画家名字比较长 ，Ophelia， June Evalindo Miley， 啊，最后一个人画什么？看一下，哦，米雷是什么？晚钟啊，哦，我知道，那个 B 卡强化50%，降低敌人全体耐即死耐心。版画照片啊，有偶像的写真集啊，不过这种时候不能慢慢看了，他应该是飘在上面吧，可能是在练那个水母飘。话说还曾跟 Hero 做过合唱团的练习，真累呢。哎，虽然带了他好多次，结果他居然是个音痴，音痴太惨了。公益折纸书，好怀念呢。话说小时候啊 ，Hero 在睡觉的时候啊，曾经带过折的纸鹤去他那边呢。哎，完了，这个小时候身体就不好了。ごめんね、マコちゃん，对不起啊，マコ，今天不能陪你玩了。嗯，没关系。好的 ，Hero， 来，我给你折了好多纸鹤，你要打起精神来哦。嗯，谢谢你 ，Marco 酱。这样就是第674只了。嗯，你还数啊？嗯，因为我很开心啊。唉，没想到那些鹤，你们不要这样，爱的奇迹好吗？爱的奇迹好不好？啊，娱乐的书啊，茶道、花道、围棋、象棋、跳舞啊，还有小，还有那种 quiz 小问题啊，体育相关、演戏相关啊，没有了。好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奥菲利亚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爱的奇迹？哎呦，水中有倒影，哎，靠，好细哦！什么时候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回去再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哦，我记得是 Ophelia， 到，可是我没有特别记要怎么打。Ophelia， 这样吧，干，看人家主角经过没有倒影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？再看一下好了，刚没有特别记怎么起，哦，有长音。Ophelia 哦，只差一个长音嘛，你看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因为我本来就长了，我是说我们的那个记忆时间啊，哦。冰嘣冰嘣冰嘣，好，如你约定，把钥匙还你。ねえ、あなた、你呀，你真的觉得继续前进是正确的解答吗？啊？どういうこと？什么意思？哼哼哼，耶，なんでもないわ，没事。ただ、不过，啊，せいぜい啊、悪い男には気をつけなさい，要小心坏男人哦。啊！580560570技术跟工学啊。
可以看看网路的电脑。我靠妈，这三小还有城堡、哦，精密的城堡模型，高塔的模型，技术工业建设土木，欸，公害跟环境保护啊。对，好男人比较小心。亚兰娜伊嘎，漂亮的建筑物好多，真想去海外旅行呢。脚踏车宇宙，男孩子梦的感觉。那这是 Hero 的兴趣呢。哎，洋芋片安，机械工学，电气工学，哎，就是这个吧。嗯，要拿哪一本呢？这种时候如果 Hero 在就好了，那就全拿。嗯，不行，这边我要自己努力，那就全部带过去。看到没有，女主角智商跟我简直不相上。女主角灵机应变的能力跟我简直不相上下啊！全部带过去就对了嘛。干，好多本哦。提卡多，我就讲啊，谢谢你，小姐。喂，你会不会拿太多了？因为我又不知道什么那个电路什么的嘛。それもそうか，也是啦，好吧，你得先找找看吧。嗯，要花点时间，你等一下再来吧。まあ仕方ないか，没办法啦，去看看 Hero 吧。调查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化学工业、化学药品，虽然很方便，但也会变成毒呢。金属跟矿山，家政科、生活科学，有好多手工艺的书啊，也有做料理跟甜点的方法呢。嗯，不过 Hero 不怎么爱吃糖果，但是如果做个围巾还是手套给他，会开心吧？你根本这开场好感度就点满啦、啊。制造工业，晒你们单身狗一脸。Hello Hello， 开的，我回来喽，还在睡，呵呵。Hello 还在睡。金鱼的肚子翻过来了，都西了怎么办？啊，他的状况不好。小贝，肚子金鱼翻过来了。啊，昨天啊，我们去祭典拿回来的金鱼好像没什么精神。哎，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呢？嗯，可是爸爸妈妈没有钱。このまま假心加油，这样下去会死的，怎么办？嗯，やべえ。そういえば啊，话说这个金鱼，这样下去会死的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不是知识就是正义吗？对了，搞不好啊，会有哪边的情报可以怎么来拯救这只金鱼？我是觉得等你把情报活到这只鹰鱼应该已经嗝屁了，等我，等你个屁，他肚子都翻过来了，等你个毛，死定了啦。医学类是哪一边？医学类这边吗？这是什么类？产业？农业？干，不对吧？园艺，花语的书，说唱的不对，应该不是产业，艺术类也不对。刚刚那边是化学吧？这边是什么？技术跟工学，看好像也不太对。那回刚刚生物那边吗？
哎，不对啊，要往前走，我们前面怎么救他？不是啊，那边是艺术产业跟工学。对啊。技术产业跟工学，难道有渔业？渔业，对对对对，有可能有渔业，看一下有没有渔业啊？有水产业，有了，干，你老师，看看水产业啊，运输、交通、通信，抽不到山哦，来，礼拜天来，哥抽给你，没有啦，我说说而已，我负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啊，好乱！化学吗？化学可以救金鱼吗？林业，那么怎么看都水产业啊？畜产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这边有兽医的书。话说兽医的书是放在畜产学吗？有没有拯救金鱼的方法呢？哼哼哼哼，哦，盐浴啊，有了啊，放入 0.5% 的食盐水啊，试试看。有没有哪里有盐呢？啊、哦，各位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一点？看 DA 实况台不只是娱乐啊，更可以得到知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们就学到，如果家里的金鱼翻肚，那、啊、就泡一个 0.5% 啊的食盐水就可以拯救它了。各位，永远记住这句话 ：DA 实况台啊，你的知识来源。好，谢谢谢谢那个洋芋片的那个抖内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 ，Thank you。好，我们电玩等见。后面我刚想说，为什么我调查个眼，我得到眼女主角啊哒哒哒哒呢？啊哒，有了啊，有眼，还真的有啊哒。啊，要泡盐，没有水啦，哦，把它加进去就好了。我妈大岁啊，久等了，现在把它救你。啊，给了金鱼盐水，啊，如果有效果就好了。啊，它慢慢的浮起来了。一楼还在睡，干你妈这个废物！咩西，嗯，伊美，伊美公主，哪里空都空哎，这什么声音啊？伊美公主，啊，我是你拯救的金鱼哦！哦，对，话说回来。Kiko Nandemo Shaberu ni 啊，话说回来，你会说我也习惯了啦。これはもうね，太可惜了。啊，抱歉。啊，耶耶耶耶，没事没事啊。总之，谢谢你，公主。对啊，好像有点害羞哎，公主。そんなことよりも、私あなたが使えば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のです。啊，话说回来，我有件事非得告诉你不可的说哦。公主，あの男は信用はいけません。你不可以相信那个男人。哈？あの子のたくらみに乗さ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啊，就是请不要顺着那个男人。公主，那个男人只是在利用公主的温柔而已。那个男人。走了哇！莫激动，当然指的是 Marco。一楼啊，太好了，你醒来了。嗯，心配かけてごめんね、Marco。抱歉让你担心了。嗯，いいよ、気にしないで，别在意。嗯，你刚才跟谁说话？我没有跟谁说话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嗯，そうか，这样啊。啊，一个男人，
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呢？难道说是？不不不，不可能的！怎么啦 ，Marco？ 难听不耐，没事没事。这样啊，休息够了，该前进了吧？结果他到底在说什么呢？睡着的时候我做了个梦。什么梦啊？是一个黑色小小的鲸鱼在图书馆游泳的梦。七楼老是做这么夸张的梦呢，请你说他是很罗曼、很浪漫好吗？你没看懂，算了，应该不是很重要。好了，走吧。要走了吗？不行，既然故事还要我们主动走，代表一定还要藏什么东西在这里。你一个人探索怎么样啦？没怎么样啊，是吗？他说还好你很有毅力嘛，你呀、喂，不要这样，我是在夸奖你呀。说实话，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看你哭也只看过两次呢。一次啊是鲸鱼死的时候，还有一次是中学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。什么？这个马口已经有男朋友了？看看这个故事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Sonakoto， 这种事情你不要去想啦。Hiro， 你现在多高？春天的时候是175公分。进高中就长高了。そうだね，对啊。中学的时候还是 Marco 你比较高，一直低头看着我。不过啊，这种视角也很新鲜呢。身体好了一点，倒是嚣张起来喽。抱歉，好可怕。最近跟姐姐怎么样呢？还是老样子啦。虽然生了小孩，也有过来玩。Marco 啊，你一直很喜欢你的姐姐，不是吗？是吧？偶尔这么想，现在也要加油了。加油，加油什么？保密。你身体还好吗？睡够了行吧。抱歉啊，老是给 Marco 添麻烦。说什么？这是当然的啦。不会麻烦啦。够。谢谢你 ，Marco。那走吧。OK， 好，话都对话完了。